朋友们大家好，有网友让我寻找一下野花生。野花生这药材很普通，常常能见到，却又很稀少，遇见他人不认识，当作野草来除掉。一起来看看野花生长什么样，利用价值极高。农村户外向阳的山坡路旁常见这植物，有人管叫野花生，挖取地下根传草当作药材。植物学名叫铁马鞭，它为豆科胡枝子多年生草本植物。植株型的特征，全株茎叶密被长柔毛，茎平卧细长，少分枝，匍匐地面，长60到80厘米左右。铁马鞭为什么叫它野花生？因其叶子与花生叶有些相似，唾叶庄形，叶柄长，羽状复叶，三小叶，宽到卵形或到卵圆形。铁马鞭的花期在每年7到9月份，种状花序叶生，花冠白色，果期9到10月份，种子掉落能够自行繁殖。铁马鞭食载于名医别录，湖南药物志、江西草药都有记载，传草连着地下根采挖当作野生药材。湖南药物志有记载，铁马鞭的根用来炖鸡肉，江西草药记载野花生根研成粉末来利用。野生资源铁马鞭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有，但是很普通的植物，比较稀缺。这植物有网友让我给它拍一拍，看一下这植物到底长什么样，不确定自己家乡有没有。采油人常在山里面行走，铁马鞭这植物它也是非常不错的药材，虽然说很普通，但是利用方面与价值常常能够帮助不少人。认识铁马鞭的人可在评论区互相交流一下，关注用心看农村，给大家分享更多农村生活视频。